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令到東南亞地區嘅貨幣先後大幅貶值，經濟大受影響。當時港元雖然面對索羅斯嘅不停衝擊，但係仍然能夠維持同美元嘅聯繫匯率，最後甚至令到炒家落荒而逃。最關鍵嘅就係我哋當時兩位掌管香港經濟嘅掌舵人，前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以及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。1998年8月，國際炒家第三度追擊港元，企圖拖垮香港股票市場而從中獲利。在關鍵時刻，政府破天荒入市救港，結果令香港成為東南亞唯一一個可以成功擊退索羅斯的地區。就是憑著曾蔭權和任志剛這種拼搏精神，香港金融體系直至今日仍然是牢不可破。